有请我们的牛人们集体亮相。哇，欢迎一博，欢迎。来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来来来，嗯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扭转乾坤。好，问二位带来这三位朋友是谁啊？对，介绍一下，你得隆重介绍一下。对，我右边的是憨憨，对，憨憨，福州团里的憨憨，你好。憨憨，我这边这个叫坦坦。坦坦，对，是吧？坦坦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牛叫奔奔。奔奔，对，哇，哎呀，奔奔行礼呢，鞠躬呢。对，奔奔好可爱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看出来了、哎，这春晚上这节目肯定是阵仗不小，是吧？那当然了，是是是，介绍一下吧。哎、这样，首先咱不能白来呀、啊。啊，四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，怎么样？好的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憨憨先吧。我的春晚，我的年，我们给大家拜新年。好了，到你了。喜到福到，好运到，伏牛团兄弟来报道。口型对得挺准嘛，还这个挺押韵的，对、啊、是吧？其实他们不仅说话，还有很每个人都有身上有很多很厉害的小技巧，是吗？是吗？憨憨会什么呢？哎，憨憨可以动眉毛啊，张嘴，包括他的肩膀都可以动。看看，憨憨，你的眉毛动一下。哎、这眉毛，哎，真可爱。哎，这你这个表情是跟一博学的吗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憨憨，你会握手吗？我能跟你握一下手吗？你好，你好，轻点儿，轻点儿。过年，哎呀，我的手拿不出来了。谢谢，哎呀，很可爱。小童，嗯，他有什么特异功能？他特别的厉害，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，就是技巧，一是动肩膀，他还会喜极而泣。真的，哎呀，这叫流鼻涕，从鼻子眼里出来的。哎呀，我觉得就这么短短的一亮相，就能够想象出。春晚舞台上这个节目的阵仗有多大？没错，没错。小童，给我们先透露点。就是因为今年不是牛年嘛、嗯，首先就这个节目的人都属牛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有特别爱吃香菜的小朋友。你一般过年你会有什么特别爱吃的菜吗？或者就是每年过年回家就会惦记家乡的那个羊肉汤。羊肉汤。对，每年回去就会想说，对。今年过年就是。在北京吗？对，在北京了。对，但不过我爸妈也来陪我了。哦，就地过年，但是爸妈在身边。嗯，对呀、啊。你最爱吃爸爸妈妈做的一道年夜饭是什么？其实饭还好，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好，对，就能够回家过年，然后这样就挺好。心在一起，人在一起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新年有什么新的期待？在牛年对自己有什么样的目标吗？没有什么目标，顺利就好，平安顺利。平安顺利，哎，你看他就很淡定，因为大家知道他做的运动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，所以平安也是我们的心愿。或者是突破一些自己的新的成绩啊什么的，类似在赛车的赛道上，对对对 对，在赛道上有自己的新成绩。对，今年过年就是在北京了。对，在北京了。对，但不过我爸妈也来陪我了。哦，就地过年，但是爸妈在身边。对呀、啊，你最爱吃爸爸妈妈做的一道年。对，新年有什么新的期待？在牛年对自己有什么样的目标吗？没有什么目标，顺利就好，平安顺利。平安顺利，哎，你看他就很淡定，因为大家知道他做的运动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，所以平安也是我们的心愿。或者是突破一些自己的新的成绩啊什么的，类似的。在赛车的赛道上。对对对对。在赛道上有自己的新。